作里面。嗯，会这样，没错。你有吃的吗？给你一点吃的。我身上没有，没有，我给你。然后再去打火影吗？火影在前面那边，小方。除了在前面一点，那边还有一只那个瓢虫啊。他刚下去而已。我是直接干他。对啊，那干他干好久。蜜蜂。Keep that pointy death spear away from me.龙毛，没有声音，突然转出来。耶，没有踩到东西。有在我身上。Tastes good。我剩半血了，我补品没了。上面有摸骨头是啥血 ？Roly Poly Nature's Hockey Puck。哎，那什么？一颗球。那骨头是鼠妇，是吗？青蛙，青蛙虫。可以打吗？不要，我们有沟通的那一只。强打可以打，如果打得赢的话，他的装备是最这个游戏最高的。你要当坦克的人就自己看着办。建议是赢到高处，大概三层三个墙的高度，他才跳不上来，不然他会弹，会弹上来。重点是感觉太打，感觉打不赢哎，算了，先回去啊，先回去补状态。还要打一打。你要我也要开始升，你要打好了。哎，前面还有一只火影。他会吐酸液耶。你后面，他这边又要跑。残血他就会跑了，那他跑到那个瓢虫那边，三天三十个肌肉牙，自己去算，三到四天三十个肌肉牙，等于说只有三到四十个补品了，自己省的赢了。瓢虫来了，你听瓢虫声音，会不会被叫？我也觉得你很棒。什么东西？我也，他说我也觉得你很棒。